嗯，没声音。哦，没声音，正常。哎、欸，零趴哎，看到没有？零趴哎。好吧，大家下午好啊。干嘛不去健身啊？有人说他不知道我要去健身呢、啊，不是指老去啦。谁啊？谁给钱不说？陈政伟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好卡，没有吧？你那边卡，不是我这边卡吧？不要乱讲话。感谢你的支持啊！你可以到粉专拍那个支持的证明，可以把你拉进托群哦。那3%的概率跟你讲是什么？一部分有1%是因为下雨。因为一大早雨太大了，我想说，该不会雨就太大，没办法去健身吧？我又躺回去了。然后开始雨变小的时候嘞，就状况发生了。感谢崩坚的50颗星星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去别人的台，他们说如果我要玩的话，要选北半球，所以我们现在南半球不好赚钱，是这件是这样子吗？有玩那个东森的，你上了一日情人的字幕了？啊，对耶，我还没看呢。我看一下哦。工作室。我还在期待你选南半球，因为每个人都在北半球干。我跟你讲，他们通通都讲现在北半球赚钱难赚死了。你想叫我去北半球，你叫我去死是不是？是不是主要是因为南半球钓得到鲨鱼啊？你们没有人南半球？不过南半现在过最爽的就钓鱼。对啊，南半球不是就钓鲨鱼吗？我那时候听他们这样讲啊，说什么鲨鱼一条可以卖鱼商2万块，可是要遇到鱼商啊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想一下有谁，小鱼、Joko、你们、五阿嘛，还有谁？静，你们通通都是南半球哦，北半球哦。不是啊，哎 欸，你们不能因为缺南半球的人就逼我选南半球啊？那南半球会死人，不是真的会死人，不是吗？都说钱难赚呢，想要我死哦？
对啊，重点就是鲨鱼时间过了啊，你在那边叫我选南半球，垂戏哦，低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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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马天，那个我审过了之后，是不是还要重新去上传那个字幕颜色啊？嗯，是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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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说会死，你叫我玩，去死！哦，对啊，我最近家里有时候会有客人过来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关麦，然后去跟他讲这个话之类的，对吧？今天就是有个客人，我昨天有跟他说，那个我今天可能会健身，结果那客人还是过来了，而且我家下面还有个小侄女在。他说偶尔要下去照顾一下，但很好笑哦，就是，去年吧，去年就是那时候我姐就是带，就是回娘家，然后在开台嘛，然后就叫得很大声，然后他们在睡觉，那小子女就有讲话了，隔天我才知道啦，然后说我姐跟我讲说，然后讲什么吗？我说讲什么？九九讲话好大声，好吵哦，叫九九闭嘴啊！我、哦、还没上色，好好好好好，九九闭嘴。超好笑的，改作业，然后这个关掉，好。这课下来，这课下来。你们画面抖成这样子。会玩游戏玩到那画面会跟着抖，真是太好笑。啊！你被烧死了！你被烧死了！哪有到大家最爱改作业啦？也没到大家好不好？就你们几个常出现的啊。现在点名哦，莹莹在吗？因为昨天跟他聊，他也算是一个超级超级小脑粉吧，迷妹。然后大家很纠结，可是我想玩游戏又想跟台，但是他只能用手机。报仇了！报仇了！报仇了！盈盈，盈盈一声，盈盈两声，盈盈三声，好不在。哦，你有打，我知道你有打安安啊，我想说你安完之后是不是又跑过去那个跑去玩游戏了啊？就是许佳琪就是盈盈，是一个看到我会非常害羞的小迷妹。没有，就偶尔点名一下。恶心吧？那盈盈明明就有打，不是我就是啊，反正算，有延迟。还有个用语是哈基他们家才会有的，什么？你阿妈歪歪，对不对？你阿妈歪歪，对不对？你阿。你敢骂歪歪？你敢骂歪歪？你敢骂歪歪？我爸这边吓到，就是直接，你敢骂歪歪？打完字我就开的头瞬间晕了一下哦。等下安德掉三颗，这样真的会传啊！我是不是要把船打掉啊？对，你要把船打掉。哦、这16颗钻石这么多、哦，哪一个啊？一个中间，一个安德打了两颗以上中间钻。哦，那刚刚一起讨伐的有没有得分？有了，他回来了。刚刚那个一起讨伐，然后被别人杀，不行，这更记仇，太好笑。
终结咒。哦，那刚刚一起讨伐上终结咒。那其实这个可以不用了，这个删掉，拉来这里。哦，那刚刚一起讨伐的有没有得分？你现在 Sky Block 的钱有100万，你是说那个吗 ？Happy 手空岛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他回来了。刚刚那个一起讨伐，然后被别人杀死有没有得分？有了有了，他回来了。刚那个，哦，这边没有上到字哦，因为他那时候那个没有讲得很清楚。你看，那个一起讨伐，然后被别人杀死有没有得分？羊毛箱子爆了，发现了。请问有变宽了吗？变宽，哎，宽跟阔其实可以啦，宽。宽啊？干嘛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因为那个什么动森不是每天都可以拿两个雕塑，可以拿到两个那个方程式，然后越晚进去，你的方程式就越少哦。好，等一下，感谢你，乞丐永远感谢你。好，等一下我等一下让他杀了，好不好？啊、走吧，团团的儿子。来，这边是怎么走吧，团团的儿子。走吧，团团的儿子。走吧，走吧。我现在好多上西西字幕的人，现在看到越来越多一些平时没有西西字幕都有西西字幕了，好屌。儿子，你搬回来了，我搬回来了。再，你搬回来了。门。哎、欸，昨天的花猜还精彩吧？来了，我搬回来了，在小雨的地搬回来了，在我搬回来了，在小雨的地狱门的搬回来了，我搬回来了，在搬回来了，在小雨的地狱门那边哦哦，等一下，大家都可以。Oh, 我知道这边很难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一家人哦。怎么这个他？他还没死。哦，你不知道去看熊猫？我不知道看，我要去那个。哇，你让我很难过，你过来。你过来。你要过来啊！你过来，我很难过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要先看熊猫才可以走，你知道吗？做什么？你说这是防卫。我又没有要干嘛，白痴的嫌你少啊！我今天任务是跟你有关，我当然要走在你旁边，不然嘞，不然嘞，累。买锅贴，那你要陪我刷怪吗？刷怪，走啊，我们去刷怪啊！哇，你这好像一日女友之类系列。刷，哎、欸，上次集的真的是很辛苦、欸，谢谢马田。走啊，我们去刷怪啊！哇，你这好像一日女友之类系列的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这样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是这个标题啊。你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这样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是这个标题啊！啊，一日女友。哎、欸，反省你是跟谁啊？要反省你是跟谁？有戏。哎、欸，要反省。女友戏。哎、欸，要反省你是跟谁啊？泱泱男女友。哎、欸，泱泱是找酱油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要对你很好吧？那我们是不是要三人行的？必有我，必有我师焉，必有我师焉。三人行，还有，
哎呦，不是，重点是团团笑，团团笑得很开心哦。我那应该。我那会感觉怪怪。哦，我那应该感觉怪怪。来来，这个我交给我了。我那会。尴尬怪怪这样子，我怎么觉得怪怪？应该在武汤啊。李安呢？我在想说机器人要怎么翻译这个东西，因为有一个自动三字幕的嘛。你这样不行啦！感谢老 G 的50颗星星。哎，老 G， 我的皮肤有没有变很好？我的皮肤有好很多了吧？啊？怎么了？哇！感谢老 G 的50颗星星。应该画面。下一边好了。我被杀进去好快呀、啊！没有，我什么事啊？干嘛眼神是不是？干嘛啦？哈哈哈哈哈！活该！还敢害我啊？有没有工作台啊？啊，不对哦，这里就有工作台。各种。有光泽了，什么光泽啦？我抹过油、喔，我是说脸上的痘痘有没有好很多？你在那边跟我讲光泽，我现在同时上两个课，你上什么课？还在上课哦、喔？哎呦，你怎么也在岩浆里面啊？有点，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哎呦！太冷！哎呦！哎呦！太冷！哎呦！哎呦喂呀！太冷哎呦喂呀！太冷哎呦喂呀！哎呦！完蛋了，要完死！上了，我要被拖出去打怪了！咋了？快了！那你要帮我准备好衣服啊，男友。你在我家换绿宝石哦。啊，他换都不能换的啦。哦，等明天啊，等明天，要等明天了。那有一个挨家挨户啊。挨家挨户。挨家挨户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那个啊？自动上字幕的啊？就挨家挨户啊！不要啦，我要死缠烂打、哦！那我也要啦！死缠烂打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等一下！我要打吃的，不然会死。你在找宝物是不是啊？
好物是不是啊？你没有吃的吗？没有在乱翻而已啊。我有肉。有吃的吗？没有在乱翻而已啊。翻而已啊。我有肉肉。我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哎妹。我的屁股，我有很多肉，给你哇！之前打的哇！用 Miss 上课啊！你们要去哪里啊？他想打，他想带我去死！走，我们去外面玩。看不到海呀、啊？哪里有海呀、啊？我想找海。导游在哪里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想找海龟，你交给你了。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三角恋？好好，哪里好嘞？好，你还说好是怎样？还是不见了？你先让我追到我的一日女友，再来追到我的芋泥。林佩安安，来追我！你女儿在哪？你先跟我讲你在哪里。你女儿在哪？啊，你先跟我讲你在哪里。你女儿在哪？你先跟我讲你在哪里。星辰安安，可是我的目标是他。他。他不是我的。死高一，死高一，死高一的日文是什么？等一下、哦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中文翻译成日文，厉害。すごい。すごい，好。すごい。日文厉害，我要忘了。是可以。你想啊，你先帮我追。不是我的。是可以。不是啊，你不懂吗？美迪安安，你想啊，你先帮我追到他，他我就是你的了。哇，我好了，很贵，哇，这个圈子，走吧，这个圈子，走吧，哦，这个圈子啊，圈子，你怎么从里面出来？躲夜妹啊！你知道外面多恐怖？你确定晚上要带我约会吗？太多了吧！你看，哇，我们好多观众啊！你还想晚上带我出去约会？你看看这些人，你真的七只啊！刚刚看七只吧，找不到我，太多了啦！你不要逼我，我要你。我要你逼我要你逼哎呦弓箭使者等一下你讲什么谁洋洋、啊，你是不是说中介使者还是？
中介使者，中介使者啊。那任务我解掉了。啊哦，什么中介使者？啊，中介使者啊。什么中介使者？干嘛啦？卡针。中介使者啊。跳针。为什么你是跳针？你告诉我中介使。为什么你是跳？为什么？在。为什么你是跳针？你告诉我中介使者四个字吗？是你的任务对不对？不要怕，你有我。我要分你一半吗？我拿出武器了。你想分我一半吗？想分我？我也只能分你一半啊。对啊，被猜到就是只能分一半了啊。如果被猜到的话，中介使者至少有一半啊。因为你刚从我那边走出来，那已经用的。他记得你刚刚是不是看着我冒血的、欸？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讲安德啊，我只是想到的方法有没有很像啊？我知道那个名太长了。那大家现在讲安德啊。所以我刚才躲夜妹的同时，顺便在弄这个啊。哦，原来在弄这种东西。哪个？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很可爱、欸。哎呦喂啊！好嘞，那就留在你家。是要泱泱讲出这几个字哦。对，我的任务是泱泱讲出中介使者。很难呢、欸。那你成功，你不用分吧？没有，他刚猜了啊。猜出来了。他猜出来了。对啊。我刚刚在躲，一直在躲。哦，好了，分你。刚刚影片就说你怎么从这边走出来？我就说我在躲夜妹啊。我想说你去我家拿什么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是那个东西。叽叽。啊，太凶。那个任务其实可以很简单，也可以很难，因为难呢。会讲夜妹。对啊，就讲安德。安德，我都讲安德。大家都讲安德了啦。讲很多人快啊。很少人讲中介使者。对啊。就像熊猫团团在哪里啊？啊，你要打怪吗？你要打怪啦？那你要保护我，希特酱油。对，希特酱油。不要打怪。阿团团在哪吗？忘记我叫。你要干嘛？对不对？自由过度。我是个不受拘束的男人，不行。我是个不受拘束的男人，不行。呀，我们后面多了一个人。哎呀！哎，天哪！哎，我觉得哈基的任务不太……不会，哈基的任务是这个吧？我解完了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解完了。哇！我真的那么快啊？音乐猜吗？我的任务是要让音乐至少跌落半颗星。哇！哇！爆麦哇！哇！男友保护好我，男友去找苦力派，男友去吧。嗯，加油啊，女友！男友，我帮你磕啊！男友救我，男友！完啦，我们射啦！哦，要许我这里怎么去？就很刺激啊！哎呦，女友。什么时候女朋友？不好吧？我要做一个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太好吧，送哦。鸡呀！哎呦！怎么可以射？
送女朋友。哎呦，哎呦，就很刺激啊。怎么送你女朋友？不好吧？哎，你在讲什么？有点害羞。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。害羞。太多怪了，太多怪了。哎，不是也要解任务？加油，你。太多怪了，不行。哎，不是也要解任务？加油，你这样不行。这边好乱哦，等一下、哦。都快不行了，不是。也要解任务。加油，你这样不行。等等，不是也要解任务？加油，你。自己要解的，加油！怪了，太多怪了！那怎么也不是也要解的？加油，你这样不行。要解任务，加油！你这样不行啊！对啊，哎、等一下第三分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，你有，你有那么快？我打到了，我觉得孤单了、欸。没关系，你就继续孤单，没关系。可是我要死了，等一下，我要跑了，我要跑了，我要跑了，太多怪了，被入侵了，被入侵了。杰克下来，杰克下来，杰克下来！哇！报仇了，报仇了，报仇了！哇！哇！报仇了！哇！蓄意杀人呢、欸？伤害我的女友！可以了。换一个吧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！哇塞！女友，你快死了，女友！我还活得好好的，我血很多，不怕。这个女友，女友太牛逼，女友太牛逼！我哇，好多次都上了，我一转头好几次冲上来。胡乱安。哎、欸，女友怎么样？我陪你一起找海呀、啊，谄媚玩的。谄媚玩，谄媚，谄媚玩的女友。哎呦，好啊，那找，就是找女友陪你找。有，找女友陪你找。有，嗯，找，就是找女友陪你找。又铁亮了，我很难忘。又铁亮了。你有骗子。又铁亮。找。就是找你有骗子。又铁。又铁亮了，我哪？
亮了，我拿。亮了。我拿。天亮了你该不会是要我被炸到吧，然后至少半颗星之类的。等一下，外面有人一直被鱼咬，哎，等一下要不要救你？那个外面的泱泱，我有点，这里泱泱回来泱，我要 TP 你，泱泱看到我，这里有个洞，碎啦，碎啦，碎啦，哎，可不可以有人要讲碎啦？怎么又是丛林的啊？我的女友，你要不要出来？你要我吗？我看到了。为什么？我开了。为什么你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烧起来了，男友？为什么你烧起来了？为什么你烧起来了，男友？我要自由，我烧起来了，我不给你。有，我烧起来了，我不给你自由。好乱哦，要自由，贵圈真乱。哇，这边你上的好屌。好乱哦，要自由，贵圈真乱。啊，所以杰克，你真的不跟我一起来啊？不要，全套。啊，你刚刚不是很？全套，我一起来啊！不要，全套，全套啊！你刚刚不是很想要找我吗？怎么现在不行？找我吗？找我吗？怎么现在不想要了嘞？不想要了嘞？找我吗？怎么现在不想要的嘞？奇怪的地点我不喜欢。哦，他不喜欢人烟稀少的地点，不安全。不是啊，奇怪的地点这样才有新鲜感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新鲜感哦！哎，团团，你这样不行，这样是追不到女朋友的。到女朋友的。朋友的。没有啊，搞不好有人也是很喜欢新鲜感。没有啊，他搞不好都是要追男朋友。你学学酱油。你喜欢新鲜感吗？我喜欢怀旧的感觉，这样可以吗？原来你是喜欢怀旧感。你老板歪歪。歪歪了。歪歪。Yeah， 上完了，动作下载。哇，好恐怖哦！还好我还没有遮。挡一下。琴谱，不琴谱啦。一日女友，一日储存，然后导入影片 YT， 一日开启。
快起雨来。转换。嗯。一日存档。上传，选择一日 YTT， 听安安，发布，我快睡着了，我天哪，我刚突然恍神了，大家要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杰克下来，杰克下来，杰克下来！我的天，我明明就上船队啊，他搞我，他搞我啊！等一下哦，重整一日，开启预览。转换，重新整理字幕，编辑，上传。因为应该会出现什么挖沟鬼东西的发布编辑内容，对，应该会出现这个才对。杰克下来，杰克下来，杰克下来！好，成功了，编辑。马田，西西，字幕。马田，没错，就是那个马田。然后说啊，你是马田，帮你上字幕的耶。对，就是那个马田。储存。好了，我们上完了，感谢马田。很轻松的，我们三十分钟内就结束了吧，应该是啦。啊，小剧场的字幕上不用十分钟啊，小剧场就是真的很短啊，所以有时候小剧场反而会上字幕这样子，因为真的很快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？奇怪，我找不到，我突然找不到 key， 等一下抓不到节奏。这个啦，找到了。小剧场，玩笑 ，Under the sea，Under the sea，
直播字幕社群靠腰啊，你是上这一步哦，白目。背面什么日子的？我要记录。什么日子的？什么什么日子？这个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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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走错边了，糟了！我的后照镜还什么东西破了？这里感觉不好走，还是刚刚那条路比较好走。哎！不走了！衣服啦！我的车回来呀！你手越飘越远。他在海上飘。他在海上飘，回来。啊、这样还坐得上去吗？回来！你不要飘走啊！你回来！我啊，我怎么办呢？这是我啊！我啊！你帮我走，我觉得这就很好上啊！我啊！我要按 X， 还好 X 按下去的瞬间，哎吧。F 按下去的瞬间，我按了 F。好，没问题，直接上了，下载。GTA 小剧场 F 储存。Under the sea，Under the sea， 玉兰，好，转换 ，GTA， 小剧场 ，F， 储存。我之前在海上按到 F 就被射死了啊！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也不能说你什么设个安全带系统之类的，啊、要紧急的时候又下不了车，上船一点，那真的只能怪你咯。我哈基 F 那个才好笑，哎，暴君加速是哪颗键 ？FFFF。X 是四十 OE 嘛，然后 F 是加速，哈哈，你下去，我去找一下那一步。哎呦，我走错边了，糟了！哎、欸，怎么又故障了？哦，气死、欸！哎呦，我走错边了，糟了！是每次都要那个啊？重新整理字幕。不是啦，传统编辑是每次都要重新整理吗？好吧，另一个宝藏 GTA， 预览转换 GTA 小剧场。编辑没有安全带系统是 RP 的啊，上传档案。照理来说，你上驾驶座一定要系安全带啊。好，您拜拜。哎呦，我走错边了，糟了！我的后照镜。那我这边偷卖影音。嘻嘻，字幕。那时候我们不是托有聚餐吗？然后那时候不是就是疫情太严重，疫情开始扩散嘛，
那那时候就是 CWT 的那个取消聚餐取消，结果影影很难过。那时候难得又可以见到教主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说干嘛？又不是不会再办，就等我 FB 这边比较轻松或怎样再说嘛。有啊，我有先存啊，可是存了之后我就去另外一边，感觉就是每次存到 F5 一次。呵，我在想啊，还是干脆肌肉羽毛也放这边看看好了。嗯，反正这边也用不到嘛。金砖，金砖的这个我改成肌肉。这样就有加减有烤鸡可以吃，有没有？我很聪明。哇，对，我刚刚在隔壁台，就是那个谁，安达的鸡不是啊？这个好，那这个放烤鸡，好，丢进去。就说我们那天我玩 RP 不是有位叫小猫的吗？跟那个那谁，叫什么名字？看忘记名字了，好丢脸，完蛋了。哦，麻衣。然后就他说小猫去他的岛，就是问什么什么都可以捡吗？什么都可以拿吗？什么之类的。他说超好笑，说不要笑人家，因为我进去也是什么都会捡，什么都会拿。其实没有哭嘛，你那时候感觉就很想哭哦，你快哭出来了吧？难得可以见到教主哎，我不信你没有哭，难过是难过，但我不相信你没有哭。我们要客家到底，所以我们要把烤鸡那些全部也带走。你怎么还在啦？对啊，不像呼噜你们，你们都已经看过我了啊。阿莹是那时候在摊位上只有一面之缘这样子。我就应该去生一个凋零玫瑰，在那个在一个就好，放在上面这边。外面是主人卡在上面，只能靠玫瑰杀了。或是在上面围一圈凋零玫瑰，他们走下来 也会凋零到死。要玩玩看麦块 20W14 无限版吗？什么是无限版？我正要拔掉耳机的时候听到你要爆掉。不是哦，这个台有延迟15秒，我想说跟你讲完拜拜后你就会拿下耳机去了吗？我哪知道你还舍你这么舍不得我啊啊！那我们只好等你走再继续爆你的料咯。哦，愚人节版本哦，那个是干嘛的啊？愚人节版本是干嘛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还好哎、欸、啊，我要来画一下 skin， 我看看可不可以分享画面哈。嗯，账号，游戏网址，游戏这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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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啦，没有要卖你了啦，有什么好卖的？对不起，欸，这样好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画。我不是这样子画的啊，这样看还 OK， 可是戴上头盔很丑，我想说那就换掉好了，就不要这样子了。然后怎么改造嘞？来，我们先新颜料哦。头盔还在，新颜料。那我就可以放大吧。哦，这样可以，好好好。
好丑，布布，爸爸把你画太丑了，抱歉。那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拉高。我想要把它改成就是很小短手小短脚，坐着的，嗯，这样子，打勾。三个。一二三，然后这样子，上次不是要画乞丐吗？哦，乞丐很简单哦，先画比较难的，布布超难画的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吧。那外面的皮肤这样子。那这个剪掉，布布，布布，好想你哦。嗯，不行，要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哇哈哈，怎么那么可爱哇？嗯，加个腮红好了。腮红，腮的红，发出了变态爸爸的笑声。哇哇哇！噔噔，然后变小，这边再加点羊毛。变形金刚出现啦！噔噔，哇，可以！然后就这样子了，变态爸爸。嗯哼哼哼哼，然后去贴给，哎呦呦呦，这样遮一下，然后贴在 LINE 里面。等一下，我先存，我看一下我存档的位置会不会有母汤的东西哈。Save， 另存图档。哎呦，好像还好喂、skin， 我存 skin 的地方，举布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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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爱版，可爱版。哎、欸，不是 啊，我那我乞丐的话，我乞丐的话，我要是举碗弓吧，对吧？那我整个重画哎、欸，还是我是要整个人一副乞丐样啊？举碗弓的话怎么画？你看，你看，就是隔壁这个啊，这超棒的哎、欸！
超棒哎！怎么天才可以画成这样子？我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？左边这真是，有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全裸的。哎、欸，这好看呢，这好棒哦！格子裙。然后当时也本来想画这种的，我就有颠就颠倒 skin 的啦。这也很屌啊！嗯，看，等一下哦 ，open， 新资料夹，不不，画教主局不不，我画完啦，我画完啦，不是啦，想乞丐版的要怎么画啦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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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玩你放布不可能啦，神经病哦！衣服要破破的，要用那种红色的。嗯，算了，太难发挥了，不画了，不画了，我们去玩昨天那款游戏。啊，再你们看，给你们看最后一次可爱的布布。哒啦。对啊，我想画补丁。哎，怎么拿头颅？拜托，我想拿现在的头颅。我去换一下 skin 哦，我去换一下 skin， 请指令大佬。新增。我不该取可爱版的，布布就是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会有可爱版呢？来哦，第一次，哎呦，这边怎么看？怎么没变？离开游戏，我全部重开看看。拜托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带着布布去乞讨的话，我一天的钱一定比做 YouTube 的钱还多啊！我还说，现在是可爱就是正义的年代，你去那种场次 coser， 你人家带着一只猫、一只狗、一只兔子去
去场次，就一大堆人围观的好吗？布布比我还会有钱的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不会丑，好像在我在哭一样。哎、欸，这超像两颗牙齿的哎、欸。有没有很像两颗牙齿？不不，请问怎么打指令？拿我自己的头颅 ，give，give， 哎、欸，是不是要先打开这个才行？这个允许作弊，开启。give， 繁星，然后嘞，头颅，我看一下哦 ，mmintim， 拿头颅，地府你的 ID。然后咧，玩家 ID， 嗯？也不是啊，引号是不是要消掉啊？对不起，我真是指令白痴。小路飞要空白吗？是版本不一样，指令不一样。可以请教哈基，哈基，哈基，救我！大哥讲那个 Google 就找得到啦，去 Google， 我在 Google 啦。跟马田找到的跟我找到的就一模一样啊！我一大堆东西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搜寻头颅，头，石头，头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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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，报名头，骨头，钻石锄头，锄头，头盔。哦，还要给数量是不是？哦，感谢你。我以为我现在创造了白痴哦。选项，那我要多拿几个。六三，耶！哎咻，哎咻。像显示设定，哎，没有声音玩这个游戏我真的玩不下去、欸。原来只差一个给数量啊！你这么高智要放哪边啊？假布布放在这边。你跟这个假布布放一起好了，好可怜哦！哎，太扯了吧，傻小！呜呼！你卖什么？
你不要说你在这边晃来晃去哦，白痴！鹦鹉螺壳，我又是海绵类。来，你逃过的话，就准你不死。算了。选项，声音。好，没事，刚刚那只猫保护我哎，我也想杀它。天哪，黑猫好少，不，黑猫好少，去抓它。黑猫在几边？你今天黑猫了吗？11条应该够。Go go！村民应该是真的玩得很开心的、啊，可以吵他过来。欸，他完全不跑欸，你是你丢搞、哦，走回家。我应该在四处放猫才对，这样夜妹就不会咬我了。不然，欸。那只嘞？咦？是啊，那只黑猫嘞？你去地狱了吗？黑猫，黑猫，黑猫！不是那只啊？奇怪嘞。嗯？欸，那只猫不见了，真的去地狱了哦？我们去看一下。猫，你是白痴啊！过来，过来，你是白痴哦、喔！进、去了，过来，不站箱子打不开吗？你是白痴哦、喔！用你何用？过来！哎，干嘛啦？白目，白目，白目，就是白目。那边呢？过来。守着乌龟，对，你们有人去扫墓回来的吗？我夜妹在，没有，好，这我真的没办法救了，你就在这边死去吧。他其实可以出来，是刚好被上面这个顶到，啊，就在这边啊。剩
你们有打算吗？我是想去玩昨天那款游戏啦，反正时光无游戏，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。我现在比较担心是，那个拿到游戏之后，我不会设定会比较久，然后，连线啊什么啊都不知道怎么用，嘿，那这个东西也是困扰我最近在睡眠品质上，我最近睡不好，就是一直梦到我在准备玩那款游戏，就很像人家小孩子要去校外教学很兴奋的那种感觉。你们懂吗？校外教学，校外教学呢？不是没差，是因为等下会有，现在有刚来的观众啊，没有，三人这样子，这样就是按下 ESC， 画面会定格住。啊！我要按魂火的。选项音乐设计还好啦，我们可以帮你直播那天我就帮不了啦。你是低能哦、喔、我就是礼拜六拿到主机的那一天就是要直播，你那时候可以帮我，但直播那天帮不了我，你是白目欠骂啊，是白目，什么东东？什么东东？就是动物之声啊，动物声友会。拿到准备拿到游戏的时候很兴奋，布布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，布布。再拿一个出来啊！选项不是这个区域网公开，开启，确定。再拿64个，然后放进去。哦，布布变大了，布布变更大了。哦，没听清楚，我还以为是去别人岛，没有，是我是连线都不会连线的人啊，所以啊，我是怕我不懂。安安哦，但我要换游戏了，想不到吧？谁啊？谁在玩？东斯大，看一下哦。HTT 节操 ，HTT 节操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，竟然没救我！啊，不是你不是在麦块跟剪片吗？我有没有啊？我没有剪片啊。有啊，你在那边调那个字幕不是？那个叫改作业。哦哦哦，所以现在是可以开台改作业，就对。厉害吧，我开台改作业比较多人看呢、欸、你敢信？我敢信啊，牛逼。你性感？我没有，我不敢。好啦，你们在打什么？我想说你们都还没出现，我想说怎么办，又没游戏了。我11:30就挂在这边了。哇哦，我怎么也没看到你。嗨，你就是这么忽略我。来给你们看，是什么？感谢红红哦哦，现在要找东石大的台来挂了。你看挂台会送这个罐子，我要再去找别人的台来挂网。就比如说你去看别人玩那个魔物台。你可以获得一个吊饰这样子，哎呦，这不错，有没有很棒？有感受到。对，挂满一分，一小时
可以拿到贴图，两小时可以拿到那个动作，三小时可以拿到那个吊饰，比如说这样子，都要去找动次大的塔来挂。我突然觉得凶豺龙跟雷狼龙长得好像。凶豺，你看我在魔物相簿贴的那张，超好笑的。小孩看爸爸，近亲嘛之类的，两个对望哎、欸。那我跟你讲，那个说台湾改分类，每次他爸爸来，他就会开始咬他。难怪打雷狼的时候旁边就是凶豺龙，也是小孩串位啊，那好笑欸，那就很多东西在弄。对啊，就很多东西，搞不好我下午拿到，我弄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开台啊，很容易拿到就弄一弄，赶快回来弄那个啦 Switch 的东西。 Switch 很快啦，我从来没有碰过的东西耶、欸，就像你接实况，我不知道，抱歉。对啊，我现在连接实况也是要重新来弄，因为我那个我们兔窝有个送我那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东西，更高级的东西。撇除掉接实况的部分 ，Switch 大概五分钟就搞好了吧？哦，很快。你是说魔物刚玩？马上就上手太刀侠，对啊，没有，很简单哦。我就是五分钟教他玩太刀，那是剩下放给他烂这样。对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哇，你看我一玩魔物，就是那個、人就掉了死。你只要握好就好了。一玩魔物，人物就人玩家就跑光光了。喂、这个妹子真的猛，已经999的。MR。呀？聊天台比较多，我也可以聊天啊，我补他们的时候都可以聊天，很轻松啊。我直接撞了。撞啊。两人的还是四人的、啊？嗯。珠子。滑过去了。我们两人四人，你们现在打的任务是两人还是四人的、啊？我就刷珠子啊，他雷狼啊。哦，没有啊，你有时候讲的刷珠子，你还跑去打那个，你嘎啦嘎啦。没有啊，那是因为雷狼打腻了，就会想换个口味啊。是。哦，今天送餐券你。好心。五指的刷完了之后，继续刷雷狼了。雷狼怕啥？冰、雷狼怕雷？冰。哦。他干嘛？打雷了。这是强制取出啊，争夺。没事啊，等动物之声有了之后。除非 HTT 有办法找得到我，没有啊，我就不会再找你了。什么？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没了哦？没错，我们就这么结束了。你可以玩《动物之声》啊，我们再续我们的感情，再续前言。玩不起来。怎么啦？我们可以一起摇树，一起去给狼蛛摇。好，好，等我有会员再说。你知道兔窝那几群白目？五个白目叫我玩 南部的岛屿，因为可以钓到鲨鱼。可重点是鲨鱼的季节已经过了，他还叫我玩南部，妈低能！我记得别人台看到说南部什么南部现在很惨什么之类的，很像疫情很严重，有没有？南千万不要来南部，南部很惨。我刚才在讲一大堆，我说你们怎么讲的好像疫情扩散很严重一样，叫我不要过去。要下来了，南部的疫情比较恐怖。对，可怕。
收留干嘛的？就搞。你又要挤进来了是不是？我去看一下你贴的。刚要进来看的时候瞄到。哇！不是啊，你们在拍一个人嘛 ？Joko 不是也要换那个了？换就是从老居的主机换成他自己的，叫他还南部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做。如果你说南部盛产海鲜，我那我就玩南部嘛。可是重点是南部现在你们说海鲜也没有什么好赚的，我就玩南部干嘛？你们到底是想让我死，还是你们是要养我啊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去玩南部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我们帮你搞定其他东西，对啊？不可能啊！那从一开始动物生友会就是给让他们买给我就好了啊，是不是？是，这样有没有道理？是，有了。对啊。哦，可以啊。那风间，你帮我出这次我动物生友会的钱，我玩南部如何？可以吧？出钱。我们说好喽。哎，老实。这边下个月就换北部很惨了，对对啊，他们是说季节会变啊，但我变季节的时候，下一次是不是就是北部很惨了？南部超强的 ，meta 在变啊，跟你讲，所以只能去别人的岛这样玩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觉得麻烦啊。干什么？哎，干你提议的，哎，你提议就给我做。你花了一些钱买了一个南部的岛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这游戏不就是借贷的吗？你就花钱让我去玩南部嘛。哦，玩北部啦，跟现实生活啦，没钱啦。不是哦，你提议玩南部的啊。虫虫你好猛哦，跟风间就是不一样。感谢海豚的二十颗星星。要 Switch 没空玩，我妈叫我等热潮过才买。不是热潮过了，朋友就跑光了哦。对啊，就像你想要同学，但是你都要等他们毕业之后才去读国小的感觉啊。因为你妈怕你疫情太高，说那些东西等疫情过了再去念书。疯牛都拍啦！好妖啊，疯牛！对啊，所以就是因为现在复活节开始，他们就一直说什么现在花瓣又在飘什么啊勾的，说要赶快剪一剪。我就觉得哦，那我是真的要早点拿到、啊。不要再吼了，没看机了。啊，你们八人的方案满了、哦。八人方案吗？我要再去问问、欸、因为我们这边随便算算也有六个、七个了。完了，算了，那没事了。你想要蹭一下，我可以问问看啊，搞不好没满啊。因为有几个固应该已经是固定都有在弄年月那个的啦，一定会有啦，因为上次有看那个揪团的那一种版，还蛮多人会揪的，嗯，所以感觉跟不认识人揪有关。我揪我的那个干爹就是说，通常都是陌生人揪的比较狂，对啊，陌生人的都很狂、欸、可是如果你揪。论安全的话，他跑掉的话，你真的很麻烦。对啊，所以我不敢去用那
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很怕很麻烦啊，想说我自己干脆包月算了，包年算了。我之前是买了三个月玩 Pokemon Go 啦，不是 Pokemon Go 啦， Pokemon 衣服啊。玩完之后就没有再去。雷二龙，买完了啊！这太智障了！哦，完了哈！跑的时候被我戳断。还要换几个地方。等热潮过，你就看到一大堆人都已经在盖101了，你还在盖帐篷，你就觉得，因为它的建筑都是以天计算的啊，所以让我想到最早以前我玩的那个《漂流幻境》啊，做个商，我真的那时候做个零件要做两天。所以很多东西真的要早点，早买早享受啊。这样有没有吓到你啊？没事啊，如果是妈妈要买给你的话，那就等特价解除吧。如果自己要买的话，那就可以不用等了。反正自己也可以做决定的年纪了嘛。对吧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不要什么都干来干去的。大家都是斯文，不要什么都被骂干干干。这个计划怎么熟悉？我要自己存钱买啊，好喔、哦、我来了，撞下去。他先直接把油机先现在都 不考虑了，想买就买了。对啊，我现在都不考虑，就直接买东西了、啊。高中真的是要存久了，我第一台 PSP， 准备捕捉啦！有我来了。那个时候为了打二只魔物猎人，哦，存了多久啊？早有半年。数位版不会降，数位版不是虚拟的吗？什么降价？数位版啊。不是就线上买的吗？哦、就是线上的啊。对啊，他、啊、怎么会说不会降价？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数位版比较便宜吧。嗯，实体版比较贵。他可能是说实体片有可能会浮动啊，有人卖比较便宜，有人卖比较贵的意思。嗯，我想要实体有人会拿来收藏啊。可是数位版你有等机会等特价、啊，所以还好。菜头股，刚才听他们讲，菜头的浮动，最近菜头比较猛。看，声友会 Meta 也在变，以前是无情的狼族机器，跟拔草，现在是菜头了。对，菜头，菜头不是一直都是吗？可是菜头就是很血尿啊，菜头股。实体喊到2000多，我跟你讲，实体买2600吧，还是2900？对啊，贵，没办法、啊。所以，所以那个谁，风癫你要吗？我的整套买起来是14000哦。你要用14000买个南部的岛吗？我可以开始借贷你，你可以慢慢还钱。
你可以去抓狼蛛卖给别人，然后把钱给我。如何？我们玩现实的声友会。干，现实抓狼蛛卖给别人是要抓多久？我们来玩兔窝声友会，要不要？我可以卖你一个南部的岛，就这么说定喽。你不觉得很棒吗？你看，你不用去跟人家抢。嗯，猫的生物。所以你们兔窝现在是没有人是南部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通通都是玩北部的。哎，干！等一下哦，好像也没差，你们先出发，我也没差哦。嗯，我们先走。叔叔妹，叔叔妹，我兔窝都让他养，不然来开房间。叫其他人放弃北部的岛，大家通通玩南部岛，然后你养大家这样子，然后把南部的资源通通都还给你这样子，我们玩我们的，但是资源贡献给你身上，只要你出钱。哦，怎么想都很兴奋，像那个什么香蕉还是山猪的那个广告，嗯，啥？那就叫我把资源一直给他，我就给了，没在核桃。那是哪一个游戏的广告曲？好有印象啊！谁？我记得是山猪跟香蕉的广告啊！一开始我被骗进来玩，他就叫我一直运资源，我就运。啊，你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 TD6 的猴子一样。哦、我记得那个游戏，我记得。我们先给你钱，你去盖香蕉，然后再把香蕉的钱还给我们。我们想想都很兴奋。更变装备，再换一个。还是风间，你出一半的钱买南半球给别人。要吼的时候直接转头，转头开打。我要把兔窝群改叫兔窝声友会，主角是风间，要开始接待了。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希望自己想在Steam买的游戏快半价，你要看要什么呢？有些真的是万年不半价的呢，特价了不半价。当时十大棒这个游戏真的是万年不特价的，当三年过后才开始有10%、15%。嗯，原来个等哎，我没有石头了。我没想到他会过来，我没想到打完再来捡石头。我来了，你们的声友会啊跑了，还得让我跑下面去。哎呦，我以为你要戳我嘞。靠墙啊！就等他来抢。他慢慢走。哎、欸，还可以耶。可以啊。感觉应该要可以耶。然后小石头啦，好强！
下去了是不是？直接飞下去了，回地光前就回下去了。哎呀！来吃了安安啊，靠腰啊，倒了。哇，这伤害！呱呱！哎、欸，啊，没有，他回避的，他又回避装填。我不塞进去了。你知道史莱姆游戏买过最贵的应该是史莱姆农场。哈？你一定还没买过《魔物猎人世界》哦，冰原组合包。哈哈哈。很贵吗？怎么很贵？400多吧。因为平其实平时游戏常看到是398，因为那是多少枚？4.99枚嘛。嗯。对啊，平均钱平均价。云啊，没事，我过得很好，不用救我，我可以吸回来。飓风调查任务。我靠！快死了！哇吼！哦，我也真的快死了。那我再杀回来。没事没事，我扛我扛。是他快死还是你们快死？他，他死不下去。我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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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完全就是来我们这边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灌篮，灌篮，灌篮！来了，来灌篮了！灌篮高手！哎呀，熟悉的。对啊 ，Switch 游戏才贵吧 ？Switch 游戏超贵，所以那时候不买就是因为这原因啊。任天堂的游戏都很贵，那边钱贵，然后氪金又氪的觉得很爽。没有，我没有氪金。氪金抽游戏，氪金买数据。买什么？买数据？数据。数据是什么？嗯，虚拟的啊。哦，没事。笑死！
较好，要人数过半才可以玩哦。哇，多数决游戏耶，你们家还蛮民主的耶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还能看得到胸部，真的是很赞。身材真的丰满。来自杀戮，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嗯。哎，我等级怎么快追上你了？装的。差一等呢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啊，你在讲谁啊？你啊。我。我跟你讲，你差蛮多了吧？现在，对啊，差很多啊。那你现在是错误吧？差了有，我怎么看错了？白痴哦！不是，我看成579，哈哈哈。还加579啊？精彩579。对啊，傻了吗？但是免费游戏啊。哎，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免费游戏是让我觉得非常好玩的。没有。傻了吗？怎么可能会有？除了免费送的大作以外啦。我说 Steam 哦。哎呀。你画我猜啊。画我猜，我就觉得不好玩，因为我画得很丑。这才好玩啊。你会气死你队友。对啊，我就是专气别人的。对啊。我来了。啊，有啦，以前很喜欢玩 Warframe， 玩到有氪金。Warframe。那个很懂。哦，你之前不是跟江江常在玩？我那时候对你的印象就是这个啊。对啊。郭肥。黄龙。天龙无双，没错。突然想到了，还有 Warframe， 哎呀，窝肥，所以现在就不想玩了。为什么？就玩腻了吧。你说窝肥不好玩？我满血死掉欸，你是不是弱雷狼啊？那一套？没有啊，我这套雷震武欸。没有，他弱雷狼，弱魔物。弱魔物。那谁谁？
哎、欸，你那把是棉的。对啊，哇靠，竟然可以睡到他哦。我看一下剪刀。他落棉吗？你这时候打开书来看有没有？没啦。棉两颗星而已啊。没啦，至少能睡个一次到两次吧。谢谢三太子。就跑回去了，好下面。L 四很便宜，你等特价。L 四现在 L 四 D 现在都会那个、啊、特价。虽然当时是领免费的啊，我觉得不可能再免费了啦。难说哎、欸，我觉得很难呢、欸。因为一定一堆玩免费的人会劝那些还没买的人去买啊，一起玩啊。哦，有道理。对啊，就跟我的 Payday 一样。Payday， 没有 Payday 一二都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 Payday 2也是玩免费，然后叫我朋友去买陪我玩。然后又睡了嘞，现在梦游。对，还在梦。还在梦。好远。转圈。我都间切了。青蛙好危险！哇，我看到那个文旦打青蛙啦！这样打得不错吧？不错，我避开的不错吧？我早就知道你会避开，我才打的。就跟安尼秘密上上，都可以走。有人提到撞吗？哈哈，我被撞飞了，头晕的。快跑完了，我出现游戏跑不动，那你是内线啊？哎、欸，不要再弹图了，我怕。救命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以为我跑得进洞了，结果跑不进。被他先撞，他开车的速度可是比人还快的。
动，厉害吧？厉害！哭啊！去哪？哎哎哎哎哎！不就跟我上次那个玩的一样吗？不要再钻洞了、啊。剥夺动力色，他不太愿意的、啊。我倒想到了。想到一件事情，我看一下，低潮，潮，我想那时候干什么？忘记了，就是我坐在那个面前，然后，我可以装三角四十九分，在这里，没有没了那个。欸、不是，我那时候就是坐在路口处，然后啊，熊狼直接躺在我面前。找一下在哪里。我刚没打头，所以那是你抽的。先别挖，先别挖。使用了，使用了。这个是安全开会。天哪，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三二八下午。好久没有抽兔子，没有抽到想要的。我想要兔子的，兔子的好可爱哦。我抽到猴子跟那个冰原的 Mark， 我只抽可爱，猴子跟兔子，企鹅的兔子，有绿茶，开心心的拿香果，这还不错。对啊，我想要有梗的，如果真的开始玩的话，可以。啊，到了。啊！这只打累了，换一只。到了，水。那个三。这样，就来拼周龙吧。好。拼周。不能死敌拼周。好吧。不是。不能死。嗯。好。好。拼周而已。好。死给他看。好，死给他。死。嗯。我就死。我就死。そういえば，其实首播应该很好剪啊，因为我把很多台语的部分全部通通剪掉，因为我们后面通通几乎都在讲台语。我吃生命保险了，可怕。好。
我找到了，3小时9分钟。就是我坐在洞口里面，雷狼龙往我这边冲，然后马上跌倒，倒在我面前而，注意哦，哪里了？注意了，八号营地，有几个石头，我被丢了。丢去矿，丢到矿了是不是？没错。嗯。哎，怎么又飞回来了？这么喜欢这样子玩？飞回来了，他会在附近再拔取。对，飞走会又飞回来。这么忙哦？是，还在下面吃东西啊。哎，后来看它的尾巴超像后的，哎，你从后面往前看有没有像很像大只的后，军团后，粘在它屁股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回不去了？还好，还有有没有不动？我靠！我以为又是那个断层啊，第二次给你放了。敲你头，没有。啊！我怎么我在爬？
都有。刚是睡着被撞吗？还是没有啊？黄眼，然后音乐传没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的音乐没了、欸。我还有啊。好、啊，在挑歌。就跟 YouTube 最近一样，他说先暂时您的音乐要 Fix 播放吗？给我设下来。啊，我很冷。冷。啊，我暖了。啊，他倒了。好。好。再闪一次啊！我以为他要闪一次哎、欸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再闪一次，可能打不到。哦，我刚听到你说再闪一次。对啊，再闪一次，拜拜！我都在下面等。说还要再闪一次。我刚听到不是这样。对，我刚听到不是这样。好吧。好吧。没事，我就撞死他。哎、欸，不是上面哦，不是啊，没有啊，他在爆锤龙一边，困啊，球啦，完了，没有闪光的接上画面了，有啦，你那么快死吧，快撞死他，好，我看，刚刚是谁去打到那个爆炸青蛙？滑下来的瞬间被炸掉，啊！
话通，刚好是两小时十三分。不用等我啊，不用等我啊。没有，我在采矿、啊。对，他接受。先爆炸才装好墙，笑死。嗨吼，嗨吼！突然只有我在打。什么？只有你在打？没有，我刚才他射到一半，发现就好像只有我在打。耶、yeah ！我想说他死定了，我就看了一下，然后回头看他还没死。突然想去吃东西哦，怎么办？我是在长大人，啊、我是在发育。不是因为饿吗？好丑的姿势！那个脸是怎么回事？按太快了，算了。魔物，魔物。去吃东西啊！我在吃啊，我在吃水果啊。要卡汁卡汁的吃啊！没有无籽啊，葡萄怎么卡汁卡汁啊？你家是只有葡萄是不是啊？每天都在吃葡萄的感觉。葡萄好吃啊，没有无籽葡萄才好吃。真的，我不喜欢吃有籽。我那天就跟我家人说，可以不要买有籽的吗？那个籽很烦呢、欸，要么吐出来，要么吞下去嘛。结果吞下去之后，我过几天拉肚子，全部都是葡萄籽。海林安安，搜索。来帮我吃稻草精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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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哎，不用哎、欸，我有报酬金哎、欸，不用保险金了。哦。你们谁要吃呢？那我吃。妈的。自选食材，来个 KO 报酬。猫的钓鱼好手，我的钓。探索好天气，哎呦，主机靠我喽。我等下就钓一只远东哲罗鱼给你看。哦哦，传说中的。没有啊，那个。
动物自身的。我就很纳闷啊，无籽葡萄它没有籽，那怎么种？要么就是用那个嫁接的方法。哎，有包，又是这儿。Q 九桃，加油！还捡橘子。你已经在玩动物森友会捡。哎，快有虫，快抓，可以卖钱哦。到，到抓了。越说越想玩呢、欸。买了啊！现在还要买会员呢。买了啊！你对游戏的热忱就只有这样子的吗？那跟咸鱼有什么差别？我对游戏的热忱非常高啊，我对会员的热忱普通啊。哦。那个连线要会员真的很狗哎、欸，在天上。嗨呀！你要干嘛？就闹球。想要再制造一颗石头给你。啊，算了啦。哎，弄他。不是啊，我那边拍不到。哇！哇！我仿佛听到你血管炸裂的声音，是不是幻觉啊？回避了还是会炸？刚刚那个真的是你血管爆掉的声音吧？完蛋啦！碎了。这个嘛，上去要嘛拍一下，要嘛拍两下而已啊，不用这个嘛啦，一定是往他的右边拍啊。对啊，撞了啊。再弄一颗石头。冲上去再冲下去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撞了。我想要他爬上阶梯，再从那个中间的洞往下掉。洞。我想说，我怎么有个东西发动了？挑战者发动，我看成预言者发动。预言者，长得大。你是玩不同游戏的。场上唯一真预言家。哦。集成。预言家有三个。啊，我很冷，对不起各位。我会撑住的，我被甩下来了。OK 的，哎、欸，他爆了。
起来，没有掉下来。哇，加这个枪，帮你拆拆这个，行不行？傻眼，傻眼，敲下来，我以为晃了一下，打下来。哇，哎呀，这么厉哇哇下不来哦，脑冰冻生物太高了吧！我在。为什么他最近没有开过大？不能打了，哎，打了。
刚吓死我，想说那么高我挥什么，我怎么挥？还有很多冰冻生物哦。啊，探索好天气怎么没有任何调查、啊？水啦，水啦，这都没有。这个颜色是。红色，破龙珠，破龙，嗯，你开饼干，你怎么会有饼干吃？どうも，どうも，どうも，哆啦 A 梦。怎么称号？怎么称呼吧？怎么称号？在打字啊，在打吃喝啊，在打、啊。哆啦 A 梦，生命保险。哭啊！快速刷。参加九分钟就要离开你们了。有啊，我刚有说快五点了。走啊，叔叔，赶快走啊！走啊！我操！截取了，我要截取的是插上去就好了，插一插。截取了。应该是跟实况的差不多用。等下再去隔壁问问看，应该会就是插上去出，连续三次丢在同一个地方。很有。刚有没有想说截取和用法应该是跟 PS4 一样，突然想到有没有 PS4？ 是啊，穷，只买得起南半北半球。哎、欸，我要先回去营地一趟。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。我没有水了。到了。营地出来记得捡石头。然后我捡啊，我捡啊。算是没有南球北球啦，你在讲什么？
得来吗？哎哎哎，脖子顶到了，好高、哦！我们在空中都很难下、啊。感谢风间的500颗星星。这场打不顺哦，滑坡跟墙的组合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平台太短了，我上不去。应该说它是 1.5 格高，哎、那种感觉。所以我是准备上去，又有点太高的感觉。小36分，真的，当尖锐石真的很好玩呢、欸。当尖锐石是怎样？就勾到它的尾巴嘛，然后它尾巴就转向另外一边，我就从头灌到尾了。哦，对吧、啊？
完了。ARP 助动式防止倾覆系统，车辆倾向侧翻时，防止翻车有保障。我扫不到粉。出事啦！我举着盾要扛，我怕他被打，结果举着盾被打死了，谁在找？然后他要喷我，我不敢投降。我准备杀粉。你们一定是要让我看首播啦，感谢婷儿支持。回家看首播啦。他寄送你多少？他寄哦，狗扣。25块，哇塞！可怜呐、啊，狗扣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。主海带完成。我来。哎呀！海带！哎呀！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哎呀！哎呀！我爆麦了！Creeper， 哦对啊，是 Creeper， 这是英文。Creeper。库里姆，好想吃奶油呀！库里姆我总觉得有点耳熟，好像奶油。奶油啊，奶油啊，蛋糕上那种。蛋糕上的奶油很腻耶。哎，那我们说的是那种红豆饼那种吧？对，那是那卡士达吗？卡士达奶油，其实也可以啦。这两个没差有点多哎、欸，走啊，走呗，我这边想起司、欸。你这么难揪，你在那边走呗。哇哇！那样，我跟你分手吧，因为你就不陪我。可是讲的好像哈基会陪我说嗨。哪里口嘞？哪里口嘞？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。一日女友服务吗？哇哦！蛮猛的 ，Cream 跟 Battle 好像都是。那他寄送你多少？他寄哦，狗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25块，哇塞！可怜呐、啊，狗扣。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。酱油，你是不是还想再吃剧毒药水、啊？我其实还蛮多的啦。哎、欸，没有啊 ，Steph， 我很尊敬你哦、喔。可是、哦，真的吗？我找个师丈嘛。说智障，找个智障，找个智障，讲反了吧？你要找什么？什么？你跟我说，你搞啊公，再讲一次。那酱油的台语怎么讲？导游，导游，听我解释。听我解释。青蛙盖水，青蛙盖水。哎，你这就会啊？口罗纳。啊？我对于我的任务有问题耶。哎，你的任务。就有些人被动，你要去主导他。所谓的攻跟受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觉得他自己知道我要讲我的任务是什么。
判断他的个性啊，很难欸，可是我觉得他刚刚有，但是觉得又好像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有在没有之间。那个人是我吗？薛丁格的酱油。薛丁格的酱油。究竟这罐酱油里面是有酱油的人，还是没有酱油的人？有跟没有。请问哈奇你在干嘛？在缠一百乘一百的那个吗？对。哎、欸，要哎蹦哎蹦哎蹦！这个不会。安阿蹦炸！哈哈哈哈哈！安阿蹦炸！安阿蹦炸！哎呦，你给我看过来！爹爹支持两个月。安阿蹦炸呢？你给我看过来！安阿蹦炸！四个人！哎呦，阿娘我呀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集全部台语的哦，然后大家都听不懂在讲什么。不行啊，有些人听不懂。他们有些人会马来西亚那些啊。我差点。你们想要讲台语、啊、对不对？不是，然后我刚从墙上摔下来，我差点骂三字经的那台语。哦、你刚不是骂了吗？哎，阿苗伟，天哪！我刚差点，哈哈哈哈哈！阿苗不长，你好开心、喔。没有，这个是首播。熔炉丹，这是影片不是？生二十的，那有办法办到吗？有，有。炉子可能快可以了，可是都被人家吸起来过了。嗯、哦，所以以后有人要破这个任务，我赶快蹲在他旁边。这样这样是就完成了阻止的任务了耶。对啊，这是阻止。但是你就会失去这个朋友了。对，这个任务你很缺德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因为要收集这个任务，非常需要花一两集以上的时间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很像杰克会做的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就已经做了一次啊，可是他就哎呦又升了升了，没有没有看到按错，因为通常经验熔炉他们说很高，是因为他们长时间挂在线上，一天就可以一次吸四十等这样子。哇哦！哎、欸，我看到僵尸村民了。哎、欸，那真的是很缺德哎、欸。是吧？是吧？锁在旁边。哇，你太快了吧！他就不见了。不是我太快啊！讲清楚，突然要讲清楚。我马上澄清，不是我太快了。哈基，小心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好。他们来自僵尸看你。他排那么远。不是，跟你讲一下嘛，我是担心你安危耶。担心你耶。担心你。你指的反应是这种反应吗？好冷，我们再来找。哪种反应？像哈基的那个反应，你说担心你是吗？啊，不是、嗯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那个反应是有点极端的。你好，你干脆现在猜一下好了啦。极端反应，极端反应什么鬼啊？我好像也没有极端反应。给我解释！哈哈哈哈哈！让一个人说出听我解释。那我那最哇，那超这个很爽哎、欸。对啊，可是我今天也没有过于激动的反应啊。有啊，嗯、没有都装的。听我解释，哪有都装的？难道要走心才是吗？我哪有？我哪有？有吧？哈基有什么反应啊？根本直接讲出来啊！要让你大笑。有啊，那就是有啊，就是一堆都有啦。欸、我一直在笑呢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哎。那就对了啊。以我的判断去判断他大笑很难，因为我大笑判断是像我一样啊。哦、没有你要去看那没有第二个人的，那世界上没第二个人。哎、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要说我大笑的话，那你今天都没有完成任务过。所以我觉得只要有，因为我很爱笑啊，所以你要我大笑很难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在判断半天。哇，你的任务是最简单的哎、欸。哦，远处看酱油超像僵尸的哎，我天！啊，真的假的？打他，打他，揍他！哎、欸，买了，买了！你的手是绿绿的啊！有僵尸，有僵尸！好赚啊！我这个一本书换一颗绿宝石，然后四个绿宝石加一本书可以换经验修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對啊所以就一直刷就好了。所以就是要让他们让村民咬一口就可以狂刷了。好，欸、对，我们这边会变成村庄吗？会。有床有村民就会有了，就是村庄了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杀掉那个图喜之后，就要小西农。对啊、嗯，可是好像要三个村民以上。我们先没有啊，一个就可以了，一个就够了。我在你要守我呢。我最近在玩村民，我最近在玩村那个内生存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你把他们两隔离，他们就生不出小孩了。现在也生不出来啊。现在不行啊。因为现在防爆啊。嗯、哇，今天好多人看台，今天才是正常的假日嘛？你看那么多人看台，对，但我回去拿錢、啊、看影片啊。
我那我也买。你今天三百多少？多少？一块钱一个绿宝石，一个绿宝石。哦，那很便宜，我应该也有。耶！我要买。要开始跑起来哦！要跑起来，要跑起来。啊，对，要跑、欸。还要肚子饿。对，要饿。对、啊。折返跑开始。对，快坏了。大家都在跑。啊！跑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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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步。左右反复横跳。太专业了吧？这个。你这是瘦肚子吗？还是什么？减肥，减肥。左右横跳是瘦什么？下半身的哪？下半身整个啊？的哪？这整个啊？你下半身？你做什么？你想怎么？你是想开车？没有。我怀疑你想开车。可能大腿跟小腿吧。好好好。你想干嘛？有些人想练大腿，有些人想练屁股，有人想练小腿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车网哎。我肚子饿了，我要来喝汤了。还没，等，我虚弱了，谢谢大家。哦，你太快了，等等啦！大家再等大家一起喝，你就自己先喝。你怎么用自私啦？这个吗？你怎么用自私啦？不要啊，我没钱啊。师傅，我没钱，你要去找允月啦。允月，要找允月爸爸。我忘记了，不对，我根本没听到要一起喝，拍谁外锅？这个是。大家的默契。我饿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你要再去跑哎、欸，可怡的汤很饱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再减肥一下。大家看你哦、喔，压力有没有很大？全部都看着他。好，看你。哎、欸，没有看到那个？我之前去那个没有散那个带狗散步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人，然后边跑边唱歌。然后他就唱很大声，然后就唱他唱什么、啊？什么什么那叫什么、啊？就是什么我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吗？对，他就边唱边跑，然后所有人都在看他。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，我觉得不错啊。那你要唱啊？我怎么唱？就这样被你征服，我不会唱了啊。后面的歌词是啥？我怎么还没有饿？你要唱到你饿为止哦。之后说到这个，你知道我之前骑车又遇到一个，嗯，然后对他骑边骑车边唱，哎、欸，骑车唱歌很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唱什么吗？他唱什么？嗯、他唱《悲惨世界》的主题曲。哈，哎、欸，他好猛哦，他很厉害、欸，哇！他是什么版本的？什么语言的版本？就英文的，英文的哦。我想说法文。哦，给我饿了。好，来，饿了。谁会被凋零呢？饿了。是吗？太饿了吧？太饿了。卖虚弱哎，他是卖虚弱的汤。虚弱，刚刚有人先破梗了，就你啦。好意思。好啦，今朝这边啦，感谢收看，休息喽，休息喽，拜拜。阿纪，哎，你血好可口，不要，我先不，我先不，我先不，哈哈哈哈哈，哇！一把大西瓜，哎，这怎么？哇！他卖香精西瓜片呢、欸！哎、欸，不要打！所以我觉得酸亚很合哎、欸，好啦，那这边就到这边啦，那我们晚上七点再见喽，各位晚安，休息一下下啦，老居安安，辛苦老居啦，还特地拿东西过来，好啦，那我这边先关台喽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